他到杜拜工作时，在网上分享多张在当地的美照，没想到却被网友质疑他的样子像是有整形过，觉得他的鼻子变得更挺，脸型也变得更尖。不过有粉丝跳出来缓颊，表示是化妆效果与拍摄角度所导致的。每小时七日，他出席坎城影展，红毯造型又让网友们议论纷纷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张雨绮身穿橙黑色抹胸礼服，脖子上搭配一朵橙色花朵，幽默笑说自己是锦上添花，但网友看了则认为他打扮像个舞娘，让人有点无法忍受，也觉得这个服装让他下半身看起来有点臃肿。不过也有死忠粉丝认为很有特色，网友们就别太严格了。Bye.